修先生。各位文职委员，大家好，我是在环境权保障基金会工作的李立雄。那以下是两点主要意见，第一点就是还是希望市府可以加强跟社子岛居民对于地方文化资产保存的参与度。像今天王老师的这个文资调查的报告，或者是刚刚市府报告的文化资产评估的价值评估的报告，是不是以后还是可以公开，让居民更了解调查的情形？那第二点是，社子岛的这个聚落纹理跟它常年与水共存的各种地方的流行化特色是紧密关联的。虽然今天我们审议的是有形的文化资产的部分，可是社子岛它有很多无形文化，比如说音庙信仰、华龙钟、夜龙土地公，像刚刚马明姐讲的那些，那还是希望说委员可以在考量无形化资产它要保存也是需要有活动空间的场域，那是希望委员可以以整体的角度去考量，让社子岛的聚落纹理跟地方的特有化特色能够完整保存。因为相信就是委员们都很清楚说，社子岛的都市计划，主要都市计划通过内政部它是有条件的，那其中有条件就是聚落纹理有无的地方特色要尽量的维持。谢谢。谢谢李小姐。那另外还有三位签名的土地所有权人，那其中杨明照先生有记发言。各位委员大家好哈，各位市官员也大家好，大家很辛苦，因为为了社子岛的问题，弄了将近50年，我想文化资产我们都很需要留下来。老实讲，我是在地人，我做过里长，我也是现在居民权益促进会的理事长，因为我们里面大家为了这个资产的保存，开不开花，大家也吵了很久了。那我站在我是社子岛人的立场，刚刚各位有看过100人民北路七段177巷57号那个阳宅，那个三合院的，就是我曾祖父跟我祖父大家住的地方，现在还保存在那边。但是各位看到我们今天所列出来的这些文化资产，大家可以看到都是砖造，上面都是瓦的、木头的，时间年代也已久了。有一些我们真的很想把它留起来，但是真的不知道怎么留，而且这段时间还很长。如果假定是开挖，这段时间还很长，这些东西还留不留得住？就像我家，我现在住在人民北路7段83号，后面有个隶属燕楼，它的已经3-4个月前，它已经两边都塌下去了，没办法，因为房子的主人他有三房，他们为了将来的安置问题，没办法，就是用铁皮屋把它盖好了。所以各位委员跟官员，大家看到社子岛的一个最特殊的现象，就是老房子如果还在住还保留，上面一定是铁皮的，一定是铁皮的。那这个铁皮，我在这里我也建议说，将来是不是文资保存的时候，铁皮屋照理讲留起来也没什么文资的意义，但是对社子岛人来讲，这个铁皮屋真的是他过了50年被禁建了，他们大家都碰到了问题，是不是可以文资保留的时候留一间这个砖瓦上头盖这个铁皮屋的房子，可不可以保留一栋起来，让我们以后的后代也看到我们被禁建50年，然后我们在那50年最后挣扎的
地方长什么样子。老实讲，现在社子老的人啊，年轻人多数都跑出去了，剩下一些年纪比较老的。刚刚有位先生，他也记得说以前有弄托理工，现在还是有弄托理工。那我当然很希望这个弄托理工再保存下。那有一些意见不一样的人，他就怕说弄托理工将来会没有了。其实根据内湖的经验，内湖的夜弄土地公以前是没设置到这么热闹，但是每次上新闻都是内湖的在上新闻，设置到的夜弄土地公根本上不了新闻。那各位知道说，内湖重新都跟重新七段征收以后，他因为住的人没有减少，所以设置到应该也是在这个原理之下，设置到的人口只要还保留有居住的一定的人口，夜弄土地公是不会消灭掉的，提灯夜游也不会消灭掉的。因为我家在当地住了好几代，我爷爷、我阿公嘛做里长，我阿伯嘛做里长，我嘛做里长，我们对地方是很有感情的。我们想建议我们的各位委员，因为社子岛也拖太久了，应该调查的这些文字啊，可能各位委员跟官员手上拿到的，如果把那些旧的翻出来看，我看可以弄一叠很大一叠了啊。如果这个时间一直在拖下去，这些文字啊根本越来越少，越来越没有了。所以我在这里也诚恳的建议我们当地的一些居民，我们官员，我们委员，我们本持着我们自己的道德良心，看看社子岛。有人说社子岛肌肉还可以留，各位委员应该都到现场去看过这些当地的肌肉。再给我一分钟好吗？当地的肌肉因为当地没有发展，所以产生出一个临时的代替办法。因为农友种田的变少了，他就盖了工厂租给别人，所以这些工厂90%以上都是外地的，在地的人是没有经营工厂的能力跟智慧，所以这个工厂大概有400-500间。有人说这个地球热的原因啊，力岛孝人啊，什么种菜的地人啊，社子岛的菜真的我敢讲，连我自己都不大敢吃。这400-500间产生的这些水污染、空气污染，还有土壤的污染，如果再继续下去，社子岛可能是走到一个灭亡的一个，不是说肌肉留存了，都跑光了，没了。所以我在这里拜托各位委员、议员、官员，大家能够秉着自己的道德，赶快，我是认为有一个决定。有个节点，谢谢各位，谢谢。谢谢杨院长。那另外还有两位签名的所有权人，不知道有没有发言。比如说陈敬义先生，有不用。那还有一位李佑吗？没有，好，谢谢。好，那个在座的委员啊，针对他们有没有什么咨询的或者意见？请各位委员提出。好，那个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下一步就是就去。如果委员对于所有权人没有询问问题的部分，那就麻烦所有权人先告诉我。谢谢，那就有委员。所有成员麻烦请立即到旁边去，谢谢。
西周底寺延平北路七段106巷2426262128/30号。前面没算啊，对对对，就你了解，就是
是上次审议会后才放的大量资料。对的。老师，那前面的是因为那个暂停以后再去的那个三次的维持证，但那三次不是说你今天一定要赞成或反对，还是可以有个人的意见。我知道了，这是一个参考数。我知道，就是现在就是要看这个资料。对，加上前面那两次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统计，因为有人去两次以上，就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做出个统计。对，前面已经有人跟后面是他们在算了，对，是。上次审议会后才去的。对对对，就是暂缓。对。那你没办法算。第一案收到了吗？我不大概知道里面的状况。对啊，他是因为我们委员的有人去过一次，我想基本上统计应该每个委员会做出多少。方式跟委员讲，因为他上次有进一次文字会，那之前的两次，有一些委员已经有去过，但是那个记在后面三次里面，不然会有重复计票，就很难处理。所以我前面两次没有在那个统计的倒数，他是记后面三次，就是上次文字会之后的三次。那些票数也只是给老师做参考。跟今天的投票是没有关系的。对，可是我刚刚听就是，持续完成的他赞成的几位，对，现在是打叉的。我不晓得当天去了几个人。对。就几分之几，我也不知道。不是，那现在那个东西不是几分之几，那是一个参考数值，所以打叉的就是认为不要的不统计。所以他只是参考说正向的。给他的有多少位？那是三次，不是每一次哦，就是三次去了十三位委员，里面这十三位委员里面给他八票、七票、六票，他是一个参考。三次的总人数，总人数还是总人次？总人数，对，那三次也没有重复了，老师没有重复，那三次的委员没有重复，就是十六位外聘中的十三位，那十三位里面最多的，现在看到的就是有八个人要那一栋，就是这样的意思。在上次的文字会前面有去两次，就怕会重复，所以那两次就没有去了。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计划就是每个委员只有一次。对对对对。那老师那个还是参考啊，并不一定要照那个。对。算嘛，看这个会议记录。
两次一共十一个委员，两次一共十一个委员。第一案表决的结果是最久委员十三人，就19跟8月份，但是我一直也是两人。之前是三次，因为我三次。但是我一直也之前啊，全部都不同意，但是这个疾病为主，对，所以我们这个设的这个设二。连北北都七段104、24、26、26、21、28、30号，这也就是西底完整啊。原来王老师在那边编号西底是同意登录为第十件。